再过几分钟，心脏就停跳了，也算是解脱了。说实在的，动量当减注射过量已经算是痛苦比较小的死法了。那支强心剂啊，还是别打得好。你看看那个颜色，你就知道有多可怕了。 吴司令在凌晨时撤走了驻军，要跟防线上的队伍会合。什么？我想回来通报的时候被他给逮了。他说要让大家看看是谁在真正的捍卫维新。哦，原来你们老戳吴司令的腰眼，就是为了让他要备受委屈之后，先挑起战事，从而致使日军军部不会产生全面反攻的误解。报告军。 何国軍。何国軍。前線部隊から急電和平軍護国有部総長中継軍に突撃艦攻。思わぬ激しい砲撃を受け、第4第7中隊援軍間に合わず護国有部はやむを得撤退。包囲網に傾向が生じ、敵46師団に突破されました。ちゃんと仲間を押さえておけ。日頃ため職員せよ。 将軍、4中隊からです。敵46師団防衛線突破阻止できません。奴らは防衛線を突破してきたな。草尾参謀、正雄参謀、明日を出せ。君たちは司令部に残り、援軍の手配をしろ。軍部に状況を報告せよ。はい。酒井です。君は私と一緒に第4中隊を支援する。 あるとある弾薬を持っている。何としても46師団の進行を止めねばならん。将軍自ら前線に駆れるのは危険すぎます。止めても無駄だ。ためらい戦況をしないば死んでも天皇陛下にお詫びしきれるものではない。 是战事打响了，司令司令，黙れ、喋るな。 第46师，再过不到8个小时就可以兵临城下，你居然说我们输了？我跟你说过，我从来不关心日本人输还是赢，我只关心我跟你们之间的战争。只要我能证明你们是奸细，我就赢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吗？处在我这个位置的人，除了证明自己的优秀或者是能力，我还能干什么？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你觉得我奇怪，是因为你还没活明白。长虎，说白了，你我都是人家手中的棋子儿，只是有一样不同，我这个棋子儿他不听话。这谁都知道的，谁都知道义和伟这个东西，他我行我素，别理他。时间长了，就没人敢惹这个东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谁也不知道，你还能活几天？通信所に行って襲撃に備えろ。はい。大概是日本仓库里那点破柴油不够烧的吧。我很佩服您的镇定，易先生。其实你心里比我应该还要明白，你们的主子这次排出来的迷魂阵，他不仅仅是想要把我跟野间给搞头晕了就算了，他是进退两可，他进有功，他退无过。而你们的命呢？一颗棋子的命，从来不在考虑之内。大局已定，你现在就剩下挑拨的份了，对吗？好，那你告诉我，王嫂提出来的情报为什么跟你们对冲？有什么好处？易和伟，我告诉你，我们和你以及你的主子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国家的忠诚。是对国家还是对你们的主子？现在可以告诉你，你的判断没错，内应战事的人就是我们。漂亮，恭喜。外头那几位同志看起来都很骁勇，所以说失败的人是你，他们才是最优秀的。怎么样，也想出去参与是吗？那得看你会不会打死。
開けられません。何？ぶち開けろ。 会对你好。
师座，现在只是我们在开炮，估计鬼子弹药不多了。这样的话，他们应该会很快后撤回城。鬼子后撤回城，除了战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八成他们的战区指挥所已经被人闹翻天了。您是说城里有咱们内应？什么人？不知道。 我只认识其中两个，一男一女。师座，依我看，鬼子据敌乏力，咱们应该一路猛追，攻进城去。对鬼子的战区指挥所，我们只是佯攻。兄弟部队也只是暂时阻隔鬼子的各路回援，他们分散出去扫荡的命令早晚会聚集，拿下县城我们也守不住。马团长，吃掉防线上的迂行缺口。 跟着都躲出去了，这八下镇从此就会成为共产党的活动区，这将是永久的麻烦呢。到这份上还能怎么办？都是龙九这个笨蛋，应该拉枪头。哎，一个实习生马失前蹄也在所难免嘛。 是不是想干掉这帮武工队员？当初霸下原住民回来，不也安置的挺顺当的吗？哎，想啥呢？动不动起手来，谁去打孩子们的眼睛？霸下镇的孩子。
终归是要长大的。应该是开战了。那就更不能跟共产党挂关系了。嗯，走。按下传讯，都带上一些个不被起疑的家伙事儿。啊，嗯，去吧。周边有交战，市区之外辨不清情况。这炮声密集，游击队没有这样的火力，多半是日军遇到了什么，在疯狂的轰击。情况紧急，立刻带着群众们撤离。那他们怎么办？一起带走，等联络上党支部以后，交给他们处置。龙江很危险，一家的地主也不好说，我担心带上他们，路上会出什么意外的。在这里处决和留在这里，这没命还回得来吗？我，赶紧去。全体集合！准备撤离。乡亲们，听着炮声啊，鬼子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所以大伙儿只能随我们一起离开，从后山走，到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起来。等鬼子扫荡结束了，我们再安排大家回来。我说江队长啊，这什么时候他才算安全呢？对啊。届时党组织会在各地开展工作，进行秘密协调。哼，共产党现在都开始跟鬼子协调了。不是跟鬼子协调啊，是找人跟各辖署进行协调。请大家放心，共产党的威信足以震慑那些贪生怕死之徒，不敢造次。你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就是啊，这万一路上出点什么问题怎么办啊？谁能保证啊？朱铁四儿，你什么态度呀？担心什么？大家担心汉奸狗腿子在路上搞破坏，所以大伙没法踏实上路，对不对？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一拥而上乱棍相加，这并不理智。有破坏行为的只是龙九，而龙家的其他人，你们也说过，并没有太多恶迹，所以应该区别对待，不能跟龙九一样处置。好吧，我本来想啊，让组织上来决定怎么处置龙九。但既然汉奸狗腿子让大家这么担忧和愤慨，那就立刻处决了吧。乡亲们，有这样的震慑，龙家这些地主分子们应该是会夹着尾巴做人了。找个避人的地方处决龙九，尸体装车一并带走。这是要晕死我呀！这要。姐，姐，姐，姐。有队国民党来镇上了。国民党？对，国民党。来。爹，爹。看样子，你们这是要出去躲避扫荡吧？
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栾山武工队的，正准备带领群众们撤离呢。不用了，今早我军已经突破防线，全面进行反攻。各扫荡区的日军已被全线击退，霸下镇在内的整个防区，原本是防线上的一个缺口，而现在，只要不出意外，这里将不再是日军的占领区。刚才密集的炮火是你们的？你们这里谁是公务人员？我是龙九，负责警务。镇长有事外出了。我之所以第一时间来到这里，是奉了上级的命令，那就是让霸下等几个属镇迅速的恢复秩序。所以，原来镇上公务人员改换门庭。 这什么什么都没准备好，快走！哎呀，你说这么赶了，这什么什么都没准备好，你说没钱的。哎呀，我的鼻烟红！哎呀妈呀，赶紧救命！上车，你走吧。哎呀，赶紧走！快快快！赶紧出关！赶紧出关！赶紧出关去！上车去！回去会了吗？为什么啊？白家可是大户，满载的都是值钱东西，啊！ 我想，我有必要亲自向各位传达捷报。这次战役，日军伤亡包括3名高级军官在内，共计2000余人，从而被迫让出了这片U型区域，后撤兵力，据守铁路沿线。通过这次战役，我军巩固了华中防线，为日后全面反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胜利， 各位，亦是功不可没。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我军采取的是险中求胜之策，虚虚实实，错综复杂。而各位，在种种疑险吊诡的情形之下，却能够细致地研究上峰的意图，这足显素质之优异，信念之忠诚。在此，你说完了吗？ 什么？船在哪儿？我们累了。等一下，我带你们去。王嫂，对于老王的牺牲，我深表遗憾。我知道，即便是任务夫妻，多年以来的相濡以沫，也足以培植出难舍之情感。由于你们身份的特殊，我无法承包军委，予以服削。故此，以我个人的名义，
庙赠300大洋，以表哀悼之情。崇文已心生疑问，霸下镇人背负着重大使命，而重庆方却对这些宣誓过效忠的人态度犹疑，这是一种恐惧，但恐惧仅是因为这次迫不得已的逼宫吗？你给我走开！我会回去安抚好他们。啊！何大爷，哎呦，想小妞了吧？哎呦，想死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八千块币，以前精神多了。说出啥事儿了？那个锅呀，碎三口，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我扣你工钱。这别介，我扣你工钱。爸爸了没有？骑大马！哈哈！哎呀，骑大马啦！哎呀，妈，爸爸跟着我的小妞呢。雨香，你终于回来了！我告诉你，我没给你丢人。你怎么了？挨过捆，受过伤，但是我都从容淡定的挺过来了。不久，你想撒娇就撒，你别装。我娶你！哎，来，过来。哎，王嫂，王嫂，咋没见你家男人呢？你连自家男人都看不住了？妈妈，妈妈。傻丫儿，别找了。爸爸藏在妈妈的身子里，你看不见的。以后，爸爸就是妈妈，妈妈就是爸爸。走，咱们回家。爸爸妈妈给傻丫儿做好吃的。上峰的计划设置得非常精密，是我们在一开始有些轻敌了，以至于发生了老狼这样的事情。好在随后我们便调整了心态。肖掌柜，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个政客了啊！长虎，咱有必要把错误往自己身上揽吗？哎，这老王的牺牲啊，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事儿都过去了，长虎。日后我们大家对王嫂还有傻丫多照顾一些啊。
我们接下来任务是什么？没有新任务，继续在巴夏镇生活。还是生活？现在已经是过去了。如果生活是为了抵抗潜伏，现在就应该结束了。除非军委认定鬼子还会打回来。哎，不排除这一可能性啊。所以上峰，你这是顺着我的逻辑在编撰呢。你没必要对自己的同志使用预审技巧。 我只是想知道，生活这个任务到底是为了什么？秦先生，实施行动而不过问行动，这是特勤的基本原则。哎，各位，现在霸下镇都是国统区了，我们的任务只能变得更加的简单。哎，你们说，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我们过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应对不了的？ 事实上，生活一直在给大家创造乐趣，让我们品尝难得的幸福。哎，就这么生活下去，不好吗？不好吗？有什么不好的？李松文，啊，我希望萧月说的没有错，这里都是自己的同志。 姐，不姐，各不各呀？不各，不各。哎，爸爸，嗯，为啥我工队的阿姨说龙九叔是汉奸呀？啊，那是因为龙九叔叔以前那身衣服不好，现在换了，就不会被人误会了啊。可是，什么是汉奸呀？小北怎么还不睡觉？ 你们不也没睡吗？我再玩一会儿。啊，好，哎，咱再玩会儿啊，再玩会儿。从小妈妈怎么告诉你的？男孩子要有自律性。睡觉了。不睡吗？不睡。听妈妈话，睡觉。明天好好陪你玩啊。哎，真乖。 生活嘛，就是这样的哈。可我担心啊，我们会越来越把梦境当成现实。心里有数，就行了。那天我骗你的，我没有烧掉它。 但了，昨日的誓言，是谁布下了韬光剑影？是谁为了谁魂牵梦萦？曾经很用心，曾经很开心，曾经梦想。
心中充满。